麦明斯呢日就参加翡翠设计比赛嘅启动礼，唔知 Louisa 之前又有冇试过收到男朋友送嘅珠宝呢？如果男朋友送嘅都有嘅，咁我自己都中意耳环，因为我觉得可以将个焦点带嚟去我块面度啦。咁因为我个身都冇乜嘢睇噶啦。咁咁但系咧，我好中意嘅就系、是、最好就 keep 翻张单系啦。咁有咩事咧？即万一即系唔啱。taste 嘅话都可以去换啊嘛。听讲妈咪都收藏咗唔少珠宝首饰，留俾 Louisa 第时做嫁妆。咁 Louisa 又会唔会考虑将呢啲嫁妆传俾下一代啊？都会有咁嘅谂法嘅。但系我可能会俾我妈咪吝啬，因为我妈咪咧个人就即系比较即系朴素啲啦，咁啊少啲戴啲珠宝首饰，咁所以就佢就好中意叫我戴嘅。咁但系如果我惊，如果我有小朋友女咁样，我惊我同佢争咯。提到女演员刘诗希，而家就喺科大收到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，就被形容系圈中高学历女星代表，但系就比牛津数学系毕业嘅林作暗串一街都系，仲话做艺人唔需要高学历添。Louisa 对旧爱嘅呢番言论又有咩睇法呢？哦，其实都有了解到嘅，咁我就都系嗰句啦，即系有。即係學歷係一樣當然值得追求嘅嘢啦，咁但係其實亦都唔代表一切啦。